黑松他是对上的，是 fit。那这两支的这个对战呢，这两支队伍呢，黑松沙子之前是，但是他们会选择一些比较特殊的路线在跑。对，那个轮胎区的地方就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整个比较难的路段也就只有那一个路段而已。好，终点前的轮胎、捷径点的轮胎都是这个比赛中的一个重点。好，比赛开始，这边有人选择是先走一个内线轮胎区，是 Finn 的为之，是率先来到第一名。哦，走那个路线的跑法会比较快一点点。哎呦，对，它是属于一个捷径点的过法。哎呦，一个小对啊，这边轮胎区，对，这边走稳的两个人，对，芬迪是走稳，所以被这个腾腾超了过去。哇，但是芬迪这边没有控好，是自己撞了一下墙壁，有点尴尬哦。对，这边跟后面的平平撞了一下，再撞，再撞，再顶，这边尾流。没有触发到，这边拖了出去，杀死分离占据了前面位置，但是队友都有点遥远了。对，这个尾流撞了出去，哎呀，被吸了进去。哇，分离这边挡得很好，即便有品品有尾流，还是被分离挡住了。对，不过他再怎么挡，还是要抢到前面的位置，毕竟现在 Finn 占据一二名呢。对，哇，品品这路线很刁钻哦，刚刚如果撞到墙壁，可能就会嗨到。但是这边很漂亮，夹到分离了，分离跑去比较失速区。对，而且这样子的话，队友占据了就是一二三名的位置。对，分离这边有点。走到草皮是降了一点树，这边有点痛苦，被平平这样干扰。不过平平挡着挡着，人自己消失了。对，芬里现在在第三名，但旁边卡了一下。平平还想来啊，从轮胎区过来就撞到轮胎了。对，不过这边芬里跟可乐经过了一段的时间，虽然后总算是占据了三四名，但是一二名离前面好远呐。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地图是 Finn 腾腾所创下的1:47.58。我们看到 Finn 的为之在这一张地图能不能刷下自己队友的一个记录呢？哦，这边非常快哦，这个维兹跟腾腾说不定都可以双双破纪录。这两边，哎呦，维兹腾腾直接选择，哇，又来，好险恶！这样要挡，他需要挡吗？其实他只要一二名就赢啦、啊。对他想要帮队友吧？对，想要帮队友再拿个更好的名次，对，想要名次。想说这边其实他们反而这个。反而造成一点危险。其实这个也想说，因为大优势啦、啊，想说想要更稳一点，然后或者是练习一下，在那边挡一下，尝试一下那样挡 ，O 不 OK？ 哦，会不会要挡？结果以后想挡挡不到，先试试看。哦，这边是1:46.66，恭喜放烟火放鞭炮，恭喜你 ，Finn 的唯一是刷新了自己的队友一秒的一个记录。进入赛的第二张地图，好，第二张地图，来开始。哦，老布这个发车位非常关键，先挤一下，对，直接顶起来了，顶了一下，对，挤了一下，啊，前面那只蛋蛋，也不原本是蛋蛋要怎么下去了？今天的维兹在这一局的状况非常好，对，没错，又是腾腾维兹的双箭头领跑，对，双箭头领跑，蛋蛋这边只有一个人，对，蛋蛋又而且这边又飘了出去，被老布超过，对，这边的状况感觉都是维兹带起来的风，我们看到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可乐也追了上来。对，可乐上来这边顶了一下，来占据的是一二三四名的是 Finn 这边哦，哦非常的前面的名次哇，一二三四名都是蓝方的 Finn 的选手们，那现在看反而看后面的第五名的芬里跟可乐这个五六名有没有机会做点事情，那维兹也是一路就是顺利领跑这边，哦有漂亮这里。这个应该是挡的，对，这个这个绝对是挡的，这是停车停的非常漂亮，挡的非常好，直接夹进去。那这一挡了之后，蛋蛋优上来，不过整个队伍现在这个距离是越来越遥远。对，因为这样记录的保持者是 CNC 的彩源，那维兹这边说不定可以打破这个记录，因为他其实一路领跑到哦，这边很漂亮，腾腾漂亮，再夹了一下，夹下去，蛋蛋跟可乐连续两名的一个突破选手都被这个腾腾。化解掉。对，在被夹下去的情况底下，其实就意味着你会离前面的距离真的是非常的遥远。对，但是我们看了一下，唯一只怎么掉了下来，反而是平平。那这样子的话，好像就偏了。这边腾腾还想，腾腾又想干大事，玩上瘾，做大事，做上瘾了。对，但这边要挡很难啦，可能再等一下有机会。你小看人家。各种有没有突然阻挡？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感觉他开得很犹豫，就是一直想要来。又撞一下，哦，痛！我痛！我痛！这边尾流，尾流，尾流，哎呦，挤了！哎呀，挤出去了！好凶啊！这尾流直接把可乐挤飞出去，这个是洗助攻次数吧？对，我也觉得，应该是我看到这个平平顺利拿到第一名，不过但是不得不说，腾腾的助攻非常漂亮，非常了得，真的不讲武德，非常了得，太神啦！
不管用挡的用撞的都有他的一套。对，不管怎样，我们看到腾腾这不仅可以是偶尔领跑，那这个也可以在队伍里面关键时刻是这个。也不算关系，就是在这个要做名字皇后，没有让平平跑，对，就让他继续跑，表示他也是有足够领跑的一个实力。对，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意思啊。对，那来到了第三回合，成了万里长城。好，成了万里长城，出发，左边四台蓝色挤了出去，看谁会在前面。看到这边要先出去是维兹跟腾腾，稍微卡了一下，最后是丹丹又挤出来，前面是老布跟平平。对。然后维兹也在边，维兹也在上面。那这边蛋蛋是冲了上来的第四名。好，这边准备来造这个闪电弯。再来这边，我挡了一下，哎呀，腾腾又在、這個、又来，坏腾腾，坏坏，对，好坏。蛋蛋说别来啦，还来还来，還来，结果但这个失败了，这个失败，这个失败了。这个失败要分离过去，这个天套藏太多了。要开始小心了、哦，不要站在腾腾的正后方啊。对，腾腾刚刚那一个确实打得漂亮，又把维兹跟平平的距离拉开了。对，不过现在这前头只剩下分离一个。对，对于黑松沙士来讲，腾腾又来了，感觉他从前面，对，前面就是又可以干大事了，又要做事了吗？第二圈前面有失误，漂亮哦，分离这边过去了，前面是维兹，分离好好把握这个距离，哇，这边黏住了，跟平平来硬挤。挤住这边，这边跟腾腾撞一下，挡一下，哦，再挤一下，再挤，哇，我这边挤出去，这哇漂亮，利用墙壁反弹，这个关过得很好，对，真的过得很好，但这里前面还是有一段距离，就是了，队友也还没有办法上来帮忙，而且队友不见了，哇，这个好可，哎呀，老布卡得漂亮，前面一个挡，后面一个冲，我哪受得了，把你撞歪，哦，腾腾跟老布这个 combo 技。实在是效果卓越，急杀了分离。这个就是路边挡车啊，这个前面挡后面撞啊，前面三宝，后面这边推我，连环车祸。最后终点能不能一二三四？有顺利拿下车队是顺利拿下一二三四名的名次。我们看一下脚赖的一分四十二秒二五能不能被维兹打破呢？没有机会呢，一分四十二秒二五嘛。看一下维兹的记录是。一分十四秒，一四秒，没有办法、啊。对，因为这个好像是领跑有换了比较广的，对，都有机会看到。我们看到凤凰两台，腾腾换攻景，我们来看到这边攻景换的是这个世纪，对，Finn依然是把腾腾换下去，然后换上了攻景。这边出发，分离现在目前在中间哦，这边有一个机关踩。楼梯上了起来，所以路线是飘了出去。好，现在战局第一名是猛萌道具赛的高手。对，沙士这边换上是道具赛的猛萌。这边过去，不过还是Finn暂时领先，不过这张三圈赌啊。对，手右边平平现在战局第一。哦，蛋蛋来了。哦，选择哦，这个很累，这个很累，这个绝对没事，这个绝对没事，但是很多现在上面很多东西。阻碍，对，不过还是顺利过去的、啊、哇！大家也一过去一堆东西在身上啊，正身上有个磁铁还没有发动，哦，这边还不选择发动，这边选择发动，先追一下前面的名次，拉近一下，用墙壁撸了一下降速，很漂亮通过。哎呦，不过这边有来个大魔王，大魔王这边，但是这个直线影响不大，对，在直线丢大魔王，哇，这边被打了出去，直接 reset， 哇，这边重水苍蝇直接回去，这边。好像丢东西吗？哦，萌萌这边有两个护盾，对，双盾可以挡一下。那现在这边，现在这边反而是黑松沙士，果然是道具赛，这个占据了蛮好的一个位置哦，一三四六。比赛到第三圈，平平这边能不能追上去呢？这个冰冻，哎、欸，这是冰冻，对，这是一般的水炸弹，水炸弹。这个距离要好好抓哦，他故意稍微拉远一点点。对，这边中吗？有中，漂亮，再中。哎吗？哎，没有没有，飞出去了，飞出去了，没有，没中没中，很远。哇，这个距离好像有点稍微远了一点哦。啊，这边还有萌萌，还有一个天使，还有两个护盾，基本上是一个绝对防御。对，这个燃烧飞弹两颗发射，打到了吗？打中两个氮气，两个氮气，两颗氮气，你看一下，打中两个氮气，哇，太舒服了吧？超夸张了，这边但是萌萌已经到了。对，我们看到这一台车的 OP 的地方 ，OP 的地方就是。打中人的时候还可以拿到弹机，夸张！他那个往前追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啊！两颗打出去是缓速，两个还得到两个弹机，
就是效果非常好。对，可是第一名的萌萌是不怕大魔王，就完全不怕。对，这边马上就看到右边的那台就是喵屋，对，还是我个人的爱车。对，还有雪屋啊，这些车子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好使用的车子。是，好，那这边一开始又是有萌萌领跑，对，萌萌领跑。好，这边飞弹打出来。现在占据第一名的是老布 ，Fin 的老布。这边选开的是世纪这台车。有。那维兹。好 ，Fin 这边的话，这个名次领先的相当不错，就这样两圈土哦。那第一圈准备要进入后半段，大家还在骑在正前方。啊，老布领先有一小段距离，不过还可以接受啊。这边直接一群人被拉起来，对，这个水饺丢得非常好啊，非常的漂亮。对，这边直接打到一堆人，对，也让老布的距离越拉越远。对，但是现在双方都没有道具状况下，这边已经吃了两个道具，是一个盾加一个这个阴云，白云。对，后面有办法吗？丹丹爷跟猛猛紧追在后，但是距离还是有一点遥远，攻击过来啊，直接被炸飞。对，这边还有一个闪电打出去，猛猛在第二杀死这边的。啊，萌萌这边没有飞到足够远的地方，对，那这样子可能要走咯。对，因为这个只剩下最后半圈了，老木拉了超级快。对，这个距离远到，对，已经人都消失了。这边萌萌能不能呢？但他现在是一个双盾，老木现在是没有任何道具了，已经到了最后面了。好，这边有个打第一名的飞弹射了过来，这边有个护盾直接挡了化解掉，然后这边准备要冲线了。这边最后一个弯，最后一个弯，这边一个捡飞碟，有没有飞碟呢？有没有东西攻击呢？不管有没有，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成功顺利通过了，而且没有任何的哦，有了，现在才有人出现。对，恭喜 Fin 的老布是替自己队伍拿下了这一分。对，那这边的话也让顺利 Fin 这边追成这个以道具赛的部分是1-1的一个平手。对，棒棒糖，这个圣诞节糖果棒棒糖。这边会有一个导弹使用棒棒糖导弹，拿磁铁吸到的时候，还可以得到一个高几率可以得到导弹，那有迅速逃脱水炸弹跟水枪眼功能。哦哟，这边有点可惜，攻击失败，不过时间抓的点非常的漂亮。这边飞过去，有这个好险，好险，他一定手 Holy God 仔，我飞过来，好险先飞过来还中，还好。那这边的话顺利。过来，哦，这边很漂亮，顶到旁边，不需要道具，我用车体撞你，没道具一样用肉身当道具啊！没错，撞下去，哎，我这边卡了一下，萌萌一样占据第一，老布第二。对，这是一张三圈的地图，现在大家才过第二圈。对，而且其实蛮激烈的哦，现在在第二圈的一个位置，很接近攻击第二名。对，现在非常在第一名。抓好，再来几飞，哎呦，漂亮！再炸，再炸！这边攻击能不能冲过去？但喷能喷不？这火嘞，火嘞！他的喷呢？我的火嘞！他没按到，没火啦，没火啦，没火啦！那是可乐跟蛋蛋，要回了第一 ，Fin 能不能拿下这一分？哎，不过平平，香蕉平，香蕉，有两个护盾救不了你。哦，这边平平还有两个护盾哦，没事没事，要进入现在是比护盾王吗？前面。四名选手都是护盾，对，大家使命要守护。他说：“哎，你有什么？我护盾，后面我护盾，前面大家都护盾。我操，怎么大都护盾？到底怎么回事？这边选手平啊！漂亮，这个下去了。对，他真的是下去了。这个水枪已经下的非常。这边还有个捷径，这边还有个捷径，可乐，可乐也下去喽。哎呦，哎呦，我的维兹，维兹。”有机会哦！哦，这边还有个定时水炸弹，维兹是不是要下来炸一下？他是不是要自爆？是不是应该换一下？他好像要……哎呦，这边挡了哦！这个天神关键，这个天使爆爆爆！哎，前面有个护盾挡住，他说：“哎，怎么没事？”这边还有个挡，这边关键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弯，到底谁要弯？一这水就丢出去，这个水就没办法，哎，没办法，站起来漂亮！哇，最后是攻进，哇！维兹刚刚有点抖，在抽屉里还甩一下尾。对，哇！刚刚那边以为没中效。要那个要结束了，结果好险，这个队友及时还有水苍蝇，这应该是攻击的水苍蝇丢了出去，那也顺利的帮 Fin 这边恭喜拿下第一名，也帮 Fin 这边拿下了他们道具赛的第二分。刚刚维兹我们已经知道他紧张到不行，所以就太早丢了，对。